叫红烧肉嘛，是一个真亲切的嘛。啊，我的母语就是闽南语。我伫个新竹面的课程吼，我昨下吼就熟悉了老师，老师讲哦，你爱继续来个学安尼吼，啊，就是因为一路吼，安尼老师一直给我鼓励，我吼讲实在啦，十几年啦，去读大啊，生囝拢无停的啦吼，一直伫遮安尼吼，慢慢啊来学习听吼，个。啊写，吼、哦，啊加迄啰写作啦，应该是写作文啦吼。啊，这点呢吼，我是上弱的啦吼、哦。为什么呢？我的虽然讲语言是通啦，不过我的生活的迄啰环境吼，嘛、哦、是有无同的所在啦。啊，我嘛是吼、哦，真感谢老师吼、哦，一路安尼我呢，甲我带吼。给我鼓励，啊嘛，拄到足侪同学，哦，同学非常热心，给我鼓励。恁啦吼，我拢爱感谢恁，所以讲吼，我安尼，无信是煞好考掉安尼啦，考掉我嘛是吼，真正感恩吼，真正感恩。我讲拄到这个咱台湾吼，这个政府吼，拄好实行这个语言的政策嘛吼，哦，给我有机会搁来参加。去教囡仔，去学校教囡仔吼，哦，我真正足欢喜的，因为这吼，给我一种人生无同的经验甲体验吼，吼，特别是我即摆伫延平国小吼，我若踏入延平国小的了学校的时阵吼，我就足欢喜的，敢若咧唱歌跳舞咧，因为迄囡仔吼，拢仰袂到，跨袂到人的时阵就，老师好，有无？老师老早吼。我安尼感觉讲，我是老师嘞，我无敢当我做老师嘞吼，我想着敢咧做民办嘞吼，真正这是我发自内心，我心内体会吼，所以讲吼，今仔日我会当来做老师吼，唔免讲迄啰，咱一般民众啦吼，咱新竹民朋友全世界各地来到咱台湾的吼，所有朋友，恁拢有材料去考，吼，只要你有心。你就会得到你想买的物件吼，所以讲我无写字扣掉，恁吼免讲无写字，恁真足去考，恁绝对考会了吼，安尼。文图音甲白话音有迄个字同款，但是意思无同款，即个起来。那第一个就是讲，文图音的空间。真大真小，这空间真久无人大，这空间。阮同学们，后生可畏，对不对？这好心，阮好心，上顶啊，上顶阮同学，那个小蛋，白话音小蛋。啊，阮同学们，山水，你画图山水啊，啊那山水。山顶的水，那是白话音。画图，画图计第一个字，所以那个以后古早是安尼写，啊是，咱即摆吼有画即摆音，以后啊，这音会变啊，会变到尾啊，咱迄个即个楷书吼会变到安尼，啊所以啊面即四点，唔是代表火部哦。有个好货，伊啊，伊食啊买，这代表货。他们迄个煎物件，煎四点无同款意思。啊，这里看起来，你也知这是什么意思？肉啊，对不对？肉啊，古早就是画迄形，还是迄肉啊？古早是画迄角。啊，这只看起来，你也知古，对不对？啊，古即马就是这个形。